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MRC 对阵狼队的第四局下半场。这把的话，宠爱说实话他是不能被保平的，因为被保平的话 MRC 这边就相当于赢一个大局还赢五分，基本上对于狼队来讲就很难很难打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开局吧，因为宠爱他这把要真多啊，他这个开局得起很快的节奏。这套阵容的一个修机速度是，你要想舞女有加速八音盒，作曲家本身对吧，修机速度增加，他们这个阵容的一个修机速度是比较快的。你这边监管者方但凡慢一点点，求人这边选择就是救一波不救，三人开门战给你保平打。很难的，因为现在穷者这边他们只要 理清楚一个，就是他们能保平他们就赢一个五分的大分，就赢一个大局，这个大局还赢五分，这种五分后面怎么翻呀？后面三抓加三跑都翻不了啊。这里的话抓小迪老师可以啊，这第一刀开得很快啊，这一波小迪老师这个位置一个翻板加速往上走，宠爱这边要被迫绕一圈嘛，绕一圈也行，他觉得快速击倒比较重要，但这块板子呢不下呢，那始终是一个问题，应该在二楼这个地方压着。小迪老师现在核心问题是待会闪现还是不想反绕，但小迪老师这边压根不上你的当，这一波就是经验老道了，经验老道。然后但这个地方有闪现啊，刚想想说就最终还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闪现作曲家是处理不掉的，就是你作曲家操作再好，你那个作曲家意识再清楚，但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你这个闪现刀是没有办法的。应该是这局古董商看情况了，穷者应该是以修机子为主啊，先把这个机子修开，确保能把密码机点亮，然后再回头来看能怎么打。其实他们选择往保平方向打，可以考虑压死，不要卡半救，压死救一波。对，压死救一波，宠爱真的，那比吃了那啥都难受啊！对，你敢不敢过来跟我决一胜负？不过来，不过来，宠爱其实很被动的。等到这边佣兵过来了，把人一救，搏命一套。等到挂飞这个作曲家，哎呦，这里的话，这佣兵还是个无伤救人呐。无伤救人，再打一刀吧，先拉拉存在感。这个局就看开门战了，看宠爱的开门战。但是因为穷者他们投入的很少，他们的状态、他们的道具保持的非常好。这边想再打一刀，想再打一刀，开个耳机，他们的道具状态都保持得很好的情况下，宠爱这边能突破的面可能性不高。大老师是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平面，当然是一个宠爱的保平真胜面，确实，因为这个局穷者想要完成三跑是不太可能的。有没有一个快速的击倒？这边减速八音盒下，压住位置，减速很严重，加速想骗飞轮，因为他并不知道这边舞女是飞轮还是双弹。就如果说这刀挥出去了，在减速八音盒当中挥出去，舞女交出的是个飞轮，那就炸了，因为这个减速八音盒。哎，一波吸，好的，一刀带走，可以，这波击倒还是蛮快的。这波击倒还是蛮快的，这波击倒呢让这边宠爱手里有了人，至少我手里面有个人了。有个人的话，看一下机子也不够，他可以刷出一个二挂的舞女，他可以刷出一个二挂的舞女，跳回来，好，这边人救下来。佣兵想保一，要帮忙烤闪现交了，哇，那直接切吧，直接把技能切掉。
这个开门，这个闪现交的确实很果断啊，但是你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不太确定，因为开门站这个传送80多秒，能拖得出来吗？80多秒，佣兵这边绕过来，78的机子，80的机子。佣兵这边还想拖，通过佣兵这个护臂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？就是你机子暂时还没好，但是这波拖完其实机子也好了。62秒，那边奈奈其实离门还是比较近的，虽然说古董商点门慢，这个时候宠爱机子一定直接亮了，因为你传送没好的，这边机子不能拖啊。这个拖的话反而是给宠爱等那个传送的时间。宠爱这边不打，佣兵贴门，双边贴门，佣兵贴门。刚才其实砸板子以后机子直接亮会更好一点，穷者这边意识到了，但是古董商点门慢，而且这个位置离古董商很近，古董商开门开不了的，这边需要看花瓷能不能撑住。结束，有了挂飞以后去抓这个古董商，古董商这边选择跳地窖，这个地窖似乎有，这个地窖有，因为即便是过去你也不一定拦得住满棍的古董商。平局了，还是平局了。